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现在姐姐也过来我这里了。我们今天说包一点粽子，不是马上，端午节来了吗？然后我今天呢买了一些粽叶，这个是新鲜的粽叶，还有这个咸蛋买了一大包，等一下给它煮了，要做那种咸蛋黄肉粽，还有这个五花肉。那个米呢是我3小时之前泡好的。要做一点这个甜的，然后这边这个是咸的，因为是咸味的，所以要调一下。我先把这个咸蛋给它煮熟。不会包就一起学，因为我也是，第一次包粽子，我也不是很会包。哇，这个蛋好难洗哈、啊，是啊，好多泥巴嘞。为了一口美食，再累都值。然后我老妈昨天腰不好，腰椎旁突出，平时呢受凉了呢也会腰病会发作，包点粽子，等老范回来了呢，我就送过去。但是这个蛋黄肉粽还是很不错的，好吃。是吗？没坠落啊？没有。现在先把这个粽叶用开水烫一下。等一下，别太咸了。好，行了。这个吧，放点酱油。看我们今天。弄长一点吗？你的米不要全部在这里存吗？把它盖上去，盖上去的时候你的手要垫住。把这个粽叶全部把它包，然后这里再把它折过来。哦，妈呀！等我把这个绑好了。你没包过。哇！没有。忙了一下午，终于搞定了。双脚的都没有包完，没这个叶子。折完就放你了，这边凉。是啊，还没拿走。哎呀，又没做多少。累了你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心一点啊。拜拜。老方回来了。刚才姐走了，
四锅放了，拿了呀，第一锅全部给它装了，然后留了四个，刚才小香吃了一个，尝一下呗。那第二锅还在煮，煮好了给老妈送一点去。今天晚上我朋友还找我喝酒。今天晚上啊？我们就妈妈明天不要回来了。怎么叫我不要回来呢？听得有点怪怪的意思啊。好吃吗？我就知道你会说好吃。我要回娘家，你爹娘说叫我不要回来了。是不是看到我把好吃的都拿到娘家了，你不爽？是吧？是你的手。第二个了，你不吃饭了？太好吃了，这个东西。是啊。你去妈家，你就不要回来了哈，就今天晚上就在那里住。那你这样说，我也不敢去了呀。我不怕你太累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回来，回来。路上小心啊！你也别回来了啊！我不给你开门。啊。随你，我也要事。走了。啊啊啊！